们今天要玩六角拼图，要找出跟这一张猪爸爸、猪妈妈、佩佩还有乔治去海边玩水的图案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把拼图稍微整理一下。好的，那真都已经弄乱了，那重新要开始找。那我们要先找到哪一个呢？哪里才有猪爸爸、猪妈妈？哦，我看到了一个猪爸爸的嘴巴，跟他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到中间来。那接下来，我找到了乔治。你看，乔治跟他一样。这个图案是不是一样呢？好，乔治放到这里来。在猪爸爸的肚圆圆的肚子接起啊，刚刚好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找，再来是这个吗？不知道耶。哦，这个跟猪爸爸的手好像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哦，还有一颗星星。所以它是最右边的这个方块。那找到了佩佩在这里。啊，佩佩猪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。这个跟哪个地方一样呢？哦，是右上角的太阳。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太阳的方向。那这里有个雨伞，再来一个猪妈妈，我们还差两个就完成了。那在哪里呢？哦，猪爸爸的眼镜是哪一个？是这一个？是这样吗？对，跟猪爸爸的眼镜一样。我们拼完了，剩下最后一个方块，要找到最后一个方块，要找到什么？要找到绿色的桶子。这里有绿色的桶子吗？有，我们一起把它放进去。哇，跟图案是不是一样呢？我们找到了，完成了。